是俊凯做给我的，不要跟我抢。急什么急啊？那边明明就还有位置。厉害的人都坐 C 位。那也应该是我坐。你一个呀！来了来了 ，C 位来了。关俊凯，到底谁跟你是兄弟？当然你是我兄弟啊，不过你们两个对我来说都一样重要。哎呦，现在佩佩是主委，那台风天刚过，一堆住户的事情要处理，劳心劳力，我绝对挺你。还是俊凯贴心。这是便当吗？真的耶，真的耶！哇，你该不会也是来送便当吧？哦，哇，看起来厉害，宇轩，想不到你会做菜。这个便当看起来又好看又可口，比我厉害多了，吃一个吧。我爸说越漂亮的东西越危险，女人也是。除了我以外，李宇轩，你该不会是在便当里下毒吧？我要毒死你，不会趁现在，不吃拉倒。小心眼，是开个玩笑而已嘛。而且我现在肚子真的好饿，我全部都吃得下。不会吧？主委，打扰你用餐了。柜台那边还有很多住户一直吵着说要找你啊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警告你们，一定要等我回来才能吃哦！好啦好啦。好啦社区的电费怎么那么高？法规没有说台风天可以罢免主委的，那我们就联合抵制你，聚焦管理费。聚焦管理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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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吴佩佩，你就是一个火星，以为离地球近一点。就是地球。李宇轩，我警告你，说人话，不要以为我听不懂哦，你只是一直在换花样骂我而已。你累不累啊？你累，我非常累，因为你我的工作量要增加。什么啊？主委是我，工作量为什么会增加？佩，你在看什么？表情这么严肃啊！你知道我们社区的公共电费异常的暴增，已经累积上百万。这是过去这14个月以来，剔除同期公用电费后计算出来的电费异常总额。100万？怎么可能啊？怎么用电的？正确的来说，是1,125,387元。他买东西忘了给钱啊！吃霸王餐，快去追他！佩姐，机会来了，非追不可。佩姐，哎呀，你也去追，你也去追，我去追。一起追，一起追。
是变态啊，是你忘了付观众桌钱。我忘了付吗？当然啦、啊。老板娘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不是故意的。没关系啊，没事没事。不好意思，下手太重了 ，sorry。你学过搏击哈、啊，拳头很猛。你还好吗？小姐，你不是要去早安社区吗？啊，佩杰呢也住在早安社区啊，干脆带这位小姐去啊！啊，那就麻烦你了。生日又要到嘞，我今年要送你什么好嘞？哎，不用想了，钞票，这实在。我赚的又没你多。那、啊、你要送什么给佩佩？其实我还真的想不到，你帮我想。你去年送运动手表，那今年……哎，不对啊，你为什么不再送佩佩熊啊？他明明就很喜欢熊。你们两个人很奇怪哎，啊，每天这样怼来怼去，然后又互相关心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啊？我们才没关系耶，你看到了？对啊，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你不累，我都累了。绝对不会再送吴佩佩熊。他说他不知道送我什么礼物，那我也不知道。你可以笑，但是不准说他坏话。那么喜欢，你连他人都没有看过就喜欢他？菊。